番茄，来帮我操作一下好不好？番茄咋样？剁成碎粒吗？哎，这个也是哦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只要一小半就行了。好的，交给你了。好。哎呀，晓得我手粗了，他非要喊我来切菜，切点番茄嘛都可以了嘛，又喊我来切洋葱，我倒晓得哟。他们好多人切洋葱都从鼻子流眼睛水。我未必不一样啊，我不是一样的，有原因。哎，这个可能是通病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是你好，还是你好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看现在那个南部头的那些年轻人，新时代的年轻人。还是晓得体贴人噶，不像。差不多了吧，表哥，来这个装盘装这儿，可以再碎一点，再碎一点啊！我不装盘了，我偏不装到盘头。有情绪啊，切点这个洋葱。那你来切吧。啊，下次我来，下次我来，再碎一点，没得办法。装盘啊，装盘。哎，你脚要不要切完？你说。可以了，这差不多就可以了，我把一面。那不是浪费喽。这个待会儿你生吃嘛，拌个沙拉啊。哎呀，好，意面呢我们要多煮一会儿，要煮软了以后，然后再来炒。我平时点外卖也不敢点面，它会坨在一起。哎，这个意面为什么不会坨在一起呢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。因为意面是棒棒面。你就不知道了，彪哥，意面不会坨的原因是因为，哎，这个面粉它跟我们普通我们现在的吃的这种小麦不一样，它是专门的杜兰小麦。杜兰小麦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质地很硬，颗粒。杜兰小麦，哎，对，杜兰小麦跟河南麦那个面粉有啥子区别？哎，到时候你可以尝一下杜兰小麦，它的颗粒很粗，并且呢，它的质地呢比较，哎，就是粗硬一点，所以呢，它煮出来了以后，它的表面很滑，不容易起坨，这就是意面的特点，不得咋黑气。哎，那个面都不能像中国我们那个面那个煮哈，我们面怕不怕啷个鉴别的，晓得不？怎么鉴别？我们煮面的时候就是挑起来看一下，拿一根筷子挑，如果不滑下去，如果它不滑，就证明熟了。哦，它就搭在上面，对吧？哦，那就熟了。哇，表哥，你今天给我说的这个，真的，我平时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这个是我小窍门。但是那个意大利面，我都不晓得它熟不熟。熟了，那个也熟了。它都能够搭在上面。但是它容易滑的嘛，刚刚挑了两根，它都滑。哦，好。那么如果实在怕面起坨，或者说是这个面你现在不用它，要放一会儿的话，也可以放一点点油。你不要放多了，那个放多了成了凉面了，凉面才是拌一下。好，拌一下。好，待会儿留作备用。好，一点油。哎，他们说很多炒菜的时候要放胡豆瓣儿吧？那个放不放胡豆瓣儿？不放，这是西式的，我的哥。对，这是西式的。这胡豆瓣儿都变成了啥？对，番茄呀、洋葱啊。洋葱。那
来个啥子酱？番茄酱，增加这个番茄的风味。来，我们先炒一下洋葱，因为洋葱呢，其实一定要过炖生了才好吃，才香，把洋葱的香味炒出来。嗯。哎，这洋葱切得太好了。可以吧？太好了，绝对是金牌厨师才能达得到的效果。主要是看刀工可以的噶。洋葱我们要炒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一定要软，然后出一点汁儿了以后，它这个香味就完全出来了。哎，香味出来了，你看这都不得重眼睛了噻。对，可以噻。番茄好久炒完？番茄稍微把它炒软一点，因为它现在。但是要把洋葱弄出来了过后再炒番茄。不用不用，番茄也要在这儿一块炒，对，一块炒。你看您平时就是不做西式料理的。我不需要西式，我还是我，但是我屋头炒的有炸酱臊子。臊子，嗯。哎。哎，下次我们请彪哥教我们炒一下这个川版的这种面臊子。可以。好不好？哎、我相信你这个一定是你的。我一定把它炒熟。我吃脆臊，搞哦，一定炒熟就一定吃脆臊。哎，刚刚说到那个长锅面，你晓得不？嗯。我觉得那个脆臊，嗯，它也好吃。贵州那个脆臊哦，像我到贵州去第一回就爱上了那个长旺面，长旺面看起像、嗯、像方便面那种，对，东西哎，味道可以。哦，我们的番茄也烤好了，哦、等它就让它里面保着温，哎，赶紧再焖一会儿，对，让它在里面保着温。我们这边下番茄，一定要炒出汁水。其实今天我们吃的这个版本啊，比较素。按理说番茄应该搭配肉酱，对吧？我觉得再怎么来点肉酱，看到番茄，大家都不会想到鸡蛋吗？难道一定要番茄炒鸡蛋吗？一下子很高大上的西式感又变成了这种传统中式。未必西式都不吃鸡蛋了吗？弄点鸡蛋在里头。但是它一般是用什么温泉蛋，或者说是半熟的那种蛋，不会把它巴拉巴拉炒一盘的那种蛋。啊，也就是说外国人嘛、就喜欢吃这些蛋，就是这种搭配，这种风味。啊、番茄最好炒得软烂一点，让它多一点汁水。要不要放点盐在里头啊？可以，但是一般我们会在最后来调味，因为还加点番茄酱嘛，哈、啊。我们加一点水哈，稍微把它给煮一下。好，加一点番茄酱。其实有了番茄酱增稠以后，我们就都不用最后再勾一点那种让它挂糊一样的那种淀粉了哈。好嘞，那么我呢也是跟着大厨学的版本，就是其实这个酱呢并不是最后盖在这个面上，而是一定要把面上去炒一道，对，跟它一起扒拉一下。我上次也听到他们说过一次，对，它会更入味儿。我们加入我们今天准备好的意面，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口味的意面，最后都要这样子把面跟它和一和。好，你看颜色更好看了。好，最后我们调味，来，彪哥调点味吧，按照你的喜好、加点什么？ 加点什么？加点油了，这还叫吗？一般这样子夹起来以后放在这里边，然后转卷，哦，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个摆盘好看。哎呀，好，这个来，这个领导的，这个勺子可能摆着好看一点，这个勺子，哦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来吧，我们要开始吃了。是，那是看的还是多舒服的，那可必须的。你看我们厨房里呢忙得也很热闹啊，看着小妖精在那吃的热火朝天，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吃的时候了。其实这个好不好吃无所谓、哎、这个点缀我觉得还是很重要。点缀这个是重点，看着来，我们让小吃货说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小吃货，我觉得特别香，特别好吃，肯定啊。对，他满脸笑容就一直盯着这一盘面哈。我们就开动吧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刚好刚好刚好，没有没有，我不蒸番茄。怎么样？你还不要说，这个番茄和洋葱的味道掩盖了一切的味道。我们那边吃面就是加臊子，这个边吃面就是加点番茄呀、洋葱啊，你还炒。
包括刚刚炒好的番茄没有用完的，对不对？还 看个人的嗜好，哎，拿起来多加点儿，特别是看到那个舒服。哎，来搞会儿那个嘛，来搞会儿那个看。哎呀，哦，这个可能，如果观众朋友们要做的话，可能还多烤一会儿才得行。跟番茄也有关啊，对，如果番茄我们用的是比较软材质啊，对，它可以烤不了那么久。火的温度啊，高火嘛，中火嘛，还有时间，嘎。尝一下，烤番茄怎么样？搭配芝士。哇。番茄那个汁儿舒服，舒服哈。但芝士烤老了，嗯。芝士烤老了。吃的话我没得加呀哟。来，妹妹，这个就给你啦。好，谢谢周姐姐。